对真理毋通失迷。过去虽然失迷，无认捌真理，但袂使毋知影上帝的真理。当咱对真理无失迷，咱才会当分辨撒旦的诡计，因为咱的对敌就是魔鬼，亲像好的狮，四界行。地走找通吞吃的，但是好叫的狮，咱真容易提防。啊，伊真明显，伊是只好叫的狮啊，亲像好叫的狮啊。但是世间都甲人讲，有时魔鬼会化妆成做光明的天使，来迷惑上帝百姓。即咱着检测，无啥知影，无法度觉悟，因为伊是化妆成做光明的天使，所以咱着爱的确对上帝真理有确实的了解，毋通失迷，才袂予魔鬼来利用钓鱼的诡计。保罗伫罗马书第六章讲。咱遮受洗归入基督的人，仰望着将恁的肉体献予罪恶做无义的器具，是着将本身献予上帝，亲像对世人中来活的，啊，献恁的肉体予上帝做义的器具。咱爱将咱的肉体献予上帝做义的器具。咱的目睭、咱的耳孔、咱的嘴、咱的手、咱的脚，都会献予上帝做义的器具。上帝爱你看什么，上帝爱你听什么，上帝爱你讲什么，上帝爱你行什么，上帝爱你做什么。你所做的、你所讲的、你所看的，是毋是为着要来荣光上帝？是毋是为着要来尊叹上帝的意思？这就是将。咱的肉体献予上帝做义的器具，毋通献予罪恶做不义的器具。咱着爱有觉醒，毋通有失迷心。第三，对心做起，毋通存着无信的歹心。第三章十二章，兄弟啊，恁爱谨慎，免得恁中间。或者是有人遵照无信的歹心，将永远的上帝离开吼。检采有人是指着少数人，毋是全部，也毋是大多数的人，是少数几个人。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一只吼。那是这些人犯罪，上帝审判是确实的，是清楚的，是严格的。就像在民数记十三章、十四章，十二个探子去窥探，遐个人真大汉，所以咱亲像草蜢啊，所以遐地咱袂使入去。百姓的心中伫遐惊惊，敢若有加勒加勒斯啊，有信心讲坚持讲，咱爱进入加勒地，迄是上帝要引出咱，是上帝所呼唤，咱即时入去。但是总是有十个修炼讲，咱袂当入去，互百姓的心消化惊惊，所以大声嚎叫。讲要摕石头来定死这两个人，咱来选一个，头，搁带咱搭登去埃及地。结果上帝恩光显现，上帝讲叫百姓藐视我，要到第时啊！我伫中间行这一切的事业，伊搁无信我，要到第时啊！我要用瘟疫来击杀伊，互伊袂当承受遐地。上帝生气，贱人
来行出路，上帝显明伊的恩光，要来灭这人。上帝和摩西向上帝求情，上帝就要下下百姓，但是百姓必须担当因犯罪的后果，就是伫旷野漂流四十年。除了加勒约书亚无一个进入迦南地，兄弟啊，恁爱谨慎，免得恁中间迄拣选有人存着无信的歹心，就离开上帝。当一个人存着无信的歹心，伊的危险就是离开上帝。那有一个英国的经学家解说一段圣经，叫做坎伯摩根尼讲吼，伊提醒讲，对遐个写批予全体教会的教士吼，咱一向拢忽略忽略拢无谨慎伊个重要性吼，因此将遮最好将遮话是当作是针对我个人讲的吼。敢若亲像社会和教会全体吼，是对全体讲的，毋是对我讲的。可能别人有即个问题，别人有犯即个罪，我无吼。但是即个摩根讲吼，即句话，即个批示爱当作是对我个人的提醒。伊讲全体规律，一贯是由个体的忠诚所造成的一条铁链的强度，等于伊最弱的铁环的强度；一个城的安全度，等于伊最弱迄个城门的安全度。教会开了是由每一个机体的中心所造成的一条铁链有偌强，决定伫伊最弱的迄个环，一个城市有偌安全，决定伫伊上弱的迄个城门。所以教会的见证是对每一位兄弟的忠心所造成的，每一个人拢真重要。面对恁中间拣菜有人，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。拣菜有人，或者是咱来讲，这是无可能。我哪会无信心呢？因为我信主已经三四十年，我伫教会服侍已经二三十年，我怎样会无信心呢？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正甲咱警告讲，这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无人存心要离开上帝，连彼得也捌拍胸脯头讲，我绝对袂离开上帝，我绝对袂唔认耶稣。伊讲，正人虽然跋倒，我总是袂。但是无偌久以后，无离开上帝，但是不是咱犹原把握保条迄个起初，咱迄个确信的信心，并且会当靠住坚持到落尾，这是咱来反省的。是不是你伫咱认为有上帝存在，但是生活无表现出有上帝？是不是咱已经离开起初迄个疼心甲信心？咱来坚持到。